但
理都唔支持喎，唔係要凌駕民意，而且無視欠缺民意共識，同工程不變，點再睇事實咧？多謝各位。與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法醫。與
如有違規，公辯一方或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不扣一分。如公辯一方認同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係咪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冇嘅話，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亦都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作質詢。好，而家正方公辯話前有兩分鐘。主辯就提出咗用呢個粉底高爾夫球場啦，但粉底高爾夫球場後面有好多股算股份，請問有方同學究竟想點處理咧？阿方同學，我對對股份嘅問題咧，今日上水委員會嘅主席亲自同佢講嘅，嗰啲股份咧其實未可以搬遷啦，即係啲市民知道政府有中華少年搬遷問題唔係困難啦，而且中華樹藝工會嘅歐永森會長講過話啦，喺呢個嘅高爾夫球場面只係得一方嘅股損，即係咩啊？即係其實咧，只要有冇同即係你話而家股損股份呢啲嘢都係可以搬遷，但係咁我哋去搬遷去邊度？啲人肯唔肯？你究竟有冇啲實際啲嘅方案去講？淨係可能咁樣想搬去邊？因為我方問題提出咗有啲住宅啊等等嗰啲市民支持可以搬遷，因為點解？因為佢哋都相信用粉嶺高爾夫球場係一個最優先、最快嘅方法。但係其實嗰啲股份啊，好似啱啱正方我哋嘅正方主辯員同你講。佢哋啲市民同意，你哋咁樣剷起咗人哋嘅股份，你覺得佢哋有冇同意？佢哋點樣揾翻幅同一塊靚嘅風水地去俾佢哋撞翻咧？哦，咁因為其實有方同學擔心股損問題咧，但今日我方講嘅係咩啊？就係而家房屋問題非常之迫切啊嘛。係啊，但係因為迫切，你而家要揾地方去安置呢啲股份股損，你先可以將個高爾夫球場作為房屋用途。你揾唔到呢啲地，啲人唔同意，咁樣咪引起爭執咯。咁樣你要傾幾耐啊？咁樣咪更加慢。今日有方同學原來就係為咗佢一棵股樹股份，我唔係為咗一棵股樹股份喎，而係嗰邊所好多唔同，有好多唔同嘅股份，而每一個股份都有佢哋自己嘅屋企人，咁佢哋反對嘅話，即係要傾好啊，咁傾好話即係做唔到啦，有方同學係咪？有方同學佢嘅後置權，我為甚麼嚟自有方同學等同相信？咁同學咧同我講話啊，冇傾好耐等等，咁其實相比其他幾個宗地都要傾好耐喎，業權問題究竟點樣處理咧？嗱，關於賠償啊等等嘅話。請問有方同學，你覺得今日有幾多個優先嘅選項咧？我哋見到我哋政府依家呢個土地大計有四個短中期嘅選項㗎嘛，即係康樂設施。咁我請你淨係答我有幾多個優先選項俾你。我幾多優先？一個集中嚟。啊好，咁方同學，有方同學，今日我發有方同學，咁有冇啲唔優先嘅選項咧？就好似你哋講嘅呢個高爾夫球場，我哋覺得應該優先於呢個中地嘅發展。好啦，今日咧我方係見到其實高爾夫球場咧係冇業權問題，咩？收翻，但係呢啲嘅宗地，咁我講到咁，可能呢啲宗地本零散，究竟嗰啲業權問題點樣處理？但係我哋見到其實業權問題，你都識講，因為全部都係一啲好細嘅業主，我哋只要賠翻錢就可以解決到。咁我今日都有同學，我今日都見到有啲大嗰啲大業主大面積土地，例如元朗南嗰啲，你要傾要傾幾耐咧？究竟？咁但係你咁樣傾高爾夫球場，其實咪仲耐咯？咁我唔係傾高爾夫球場啦，因為佢2020已經出去界判，已經可以收翻㗎啦。咁我請你講下，如果要嘥咁多人力物力，咁究竟係做高爾夫球場，定係做中地？做中地。咁同今日嚇，我唔明喎，得我我咪講咗話，即係用中地係嘥咁多錢，咁嘥咁多力，但係反正嗰啲高爾夫球場都已經唔想嘥咁多力，點解係？但係你哋講好似2020到期，但係咪2020到期就可以即刻收啦？跟住要從啲當然可以收翻優惠設施。佢當然可以收翻啦，咩優惠設施啊？咁咪講同中地本來唔有優惠設施咯。但係中地而家係就係因為佢而家係嗰啲全部都係環嗰啲回收場啊，嗰啲甚至有啲非法嘅。係啦，有方同學講到回收場啦。咁如果你收啲土地，咁回收場啲做嘢嘅人啊，點樣安置咧？你咪重新揾多個地方，你點樣香港城市都有呢個回收場？邊個可以有地方俾佢安置啲犯人？你咪去翻啲可能再遠翻少少嘅一啲地方，或者有可能例如邊度遠啲嘅地方啦。而我哋見到有好多嗰啲回收場，佢其實係非法嘅。咁但係點解非法咧？等先，如果我嗰啲業主喺自己塊土地上面用任何嘅用途係合理嘅，但係我唔明啦。咁點解時間到？而家都表話指出，輪到正方嘅，你有三分鐘嘅時間。
跟住我睇睇。最近大家講啊，有方嘅同學講開邊，就甚至有講明話對唔同方同學一樣，我都係第一次認同咧喺今次嘅呢個土地大辯論入邊，唔係嘅，我哋應該係合先易後難咁樣處理各個土地選項嘅，而且認同需要喺最短時間爭取到一個可以就係可以舒緩香港房屋嘅方案。咁正如我所講咧，其實如果你要快嘅話咧，就你要考慮嘅係應該係民望，亦即係社會共識啦，以及我頭先所講嘅政治阻力嘅咯。我頭先就講喺度談，頭先。喺度話中地嘅政治阻力好大啊，又或者要收地嘅阻力其實好大嘅喎。咁跟住又反提議咗粉嶺高球場以及填海呢兩個選項。首先，康王你頭先話填海，又康王好有趣喎。頭先明明喺度話，我哋今次呢個選項一定要快，要先易後難。填海喐啲十幾年，點樣快啊？點樣會快得過中地啊？有方同學，再者有方同學另一個嘅講法係粉嶺高球場，粉嶺高球場係有佢冇業權問題啊，係啊，佢業主本身就認為佢係政府啊，但有方同學。你有冇有考慮過喺現時嘅呢個民調，包括喺七月嘅時候，香港研究組織以及環保中國就分別做過兩個民調，喺度研究香港市民認同邊一個中短期土地方多啲？而喺呢兩個民調入邊咧，收回粉嶺高球場呢啲私人嘅遊樂場嘅支持度係低於五成噶。咁嘅話，有方同學社會上根本就係有少於過半數嘅人係認同呢啲方案嘅。咁嘅話，正式係話佢發展阻力好大，係啊，佢未必。在從收地的角度上面很大，但在社會的爭議上是很大的，而且在社會上反對聲音也都很大，那何嘗收地又會是容易的？而且就像我剛剛已經講過了，在這個高爾夫球場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古墓以及古樹，這些的移植也都不會是十分之容易的事。相比之下，我剛才所提出的中地發展明顯地的政治阻力是更小的，因為它在社會上有很多不同是獲得一個廣泛的共識的支持的，例如大發展商華融集團的行政總裁蔡浩慶就曾經訪問中港的話，其實他都是認同這個先中後綠的方案，即是為了優先發展中地。再者，有方剛才所說什麼人有中地業權十分分散，而且業主是很有機會會反對這個發展的，就是我方在4/3/1上面就已經見到新界老天莊協會主席一個代表著無數中地新界中地使用者的協會主席咧，就曾經喺訪問中講過話，其實佢哋係支持發展中地嘅，因為佢哋明白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十分之迫切，只要撥出一個好細塊嘅土地俾佢哋重置，例如可能興建一個多層式嘅物流中心，其實就已足夠，佢哋都會讓佢哋都係願意去交還呢個土地俾香港政府去發展嘅。咁有方同學，你嘅阻力又係從何來嘅咧？而家有部分中地嘅業主都係認同要發展嘅喎。因此，明顯地，優先發展中地先係只係政治阻力最細，而且係更加獲得廣泛社會共識支持嘅方案嘅，都係最可以喺最短時間內舒緩房屋問題嘅方案。今日小組方案同我標準，今日嘅辯題亦都理應成立嘅。多謝各位。但問題是，如果困難的話，是否要不惜公款去研究去發展它呢？
今日你有冇同我台講咩啊？有填海嘅問題等等。今日咧話填海填好耐喎，我翻到見到喺以東涌填海為例啦，預計兩年就已經可以有首批嘅土地供應，涉及15公頃。而今日你有冇同我台講咩？粉嶺高爾夫球場為咗個一棵樹幾個股份，我分係講我頭先公面咪講咗咯，有侯志強啊、歐永新真等等嘅例子講到市民其實唔反對，而且有呢啲前面嘅政策。有分同學，如果你講到咁難嘅話，咁你嗰個收地嘅安置問題咪仍然更加複雜咯。今日有冇留副市長一樣很重要的嘢㗎，就係、是、收地並唔係分房講到咁容易㗎，而係睇發展潛力。乜嘢叫發展潛力？喺2009年好似已收改咗嘅嘢。根據大律師公會咧，佢係講緊係涉及嘅土地面積啦、發展方案啦等等。而今日咧，有同學講緊嘅收嗰啲宗地非常之零散。如果今日分房收嗰啲宗地好零散嘅，根本就冇呢個嘅效益，究竟可以起幾多地呢？如果今日分房收嗰啲面積係相對大嘅時候，嗱佢哋嘅面積大啦，發展潛力亦比較高啦，嗱為咗要爭取更多嘅賠償額咧，佢哋會嘗試證明佢嗰塊地嘅發展潛力好高啦，於是就會請嗰啲法律團隊啊、規劃人員啊去證明啦。呢、这個時間會同政府拖咁長時間，每一塊地咁同呢個咁長時間嘥人力物力嘅方案係咪值得我哋去優先發展呢？最後啦，我想問下有方同學，如果今日你要同嗰啲業主啊去商討賠償，如果一個有唔同情況嘅話，今日時間係咪能夠優先咁樣為市民最快提供到房屋需要咧？多謝各位。效益咪更加高喎，有分同學所講嘅咩高爾夫球啊？
家嘅情況放低。主席，評估住嘅各位有方同學，因為大家好咧，今日聽有方同學咧咁耐咧，發覺有方同學咧真係重落敗嘅啦。今日有方同學咧，主編同我哋講要睇三樣嘢，睇民意、睇政治阻力、睇規劃。今日有方，今日我方就同你喺三方面睇點解中地排優先。首先睇民意，我方從來都冇講過我哋係睇民意，我哋睇民意。有民意支持，我哋可以做，但係絕對唔話要一定要優先。嗱，決定優先次序睇民意，只不過係第一步。我哋更加要睇呢個方案嘅可行性，同埋佢究竟符唔符合我方優先快而有效嘅標準。嗱，講可行，因為有方同我哋講話橫琴山好啊，我方同你講橫琴山，咁有方同我講橫琴山71公頃，喂，但係你71公頃已經涉及咗過千個業權，咁有方同我哋講咧話，呢啲業權都好容易嘅賠償得咯。喂，究竟喂呢啲業權當中仲有海外預拆公司喎？我想問有方同學，政府究竟要去揾呢啲業主要收齊呢啲業權嘅時候，究竟用幾多時間、人力、資源啊？咁有方同學再講快而有效成效。咁有方同學咧，我哋再睇個規劃局嘅宗地，例如洪水橋啊，要成9年之後先可以起到第一棟啊，要去到2038年先可以全民入伙。咁有方同學同你講過，呢啲房屋問題咁迫切，要快要快，究竟快喺邊啊？究竟點解喺呢個可行講唔過嘅時候，又快唔到又有冇成效嘅時候？成效達唔到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仲要堅持優先發展中地呢？咁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政治阻力，但今日咧有方同學好奇怪嘅喎，同我哋講話農地先有呢個收回土地嘅爭議嘅，真係中地就冇嘅，因為係小業主。但其實唔係啊，都係睇翻今日好多嘅農地啊，好多都係啲原居民，例如係呢個啲當地嘅原居民嘅時候，佢哋佔咗一大幅嘅土地嘅時候，佢哋就係嗰啲大業主啊嘛。而當政府面對啲大業主嘅時候，點解佢哋嘅政府嘅承諾好微啊？就係因為呢啲大業主有能力，可以只要有能力證明到呢個發展潛力嘅時候，佢就有呢個可以同政府要求一個好高嘅賠償。咁有方同我哋講快可行，但係見到政府要賠償、要搞安置嘅時候，點解有方同我哋仲要堅持咧？而林鄭月娥我哋都講過，如果中地用呢啲收回土地條例嘅時候，只會引來漫長的司法覆核。今日有方台不斷強調快快快，但係呢個漫長司法覆核嘅時候，最終有方台得不償失咯。時間係嘥咗啊，土地又收唔翻，又滿足唔到市民嘅要求。今日有方台又同我哋講話要規劃。喂，有方同學啊，今日見到啊，一田村呢、這個今日有方台咧同我哋講話要低密度發展。有方台究竟低密度嘅例子係咩？咪就係梅窩咯。有方台同我講話配套，喂，有市民咧。住喺梅窩呢個配套已經夠足，要足夠啊！我哋再睇欣田嘅例子，欣田村係起好咗，但係隔離出現一個廣場都係一個廣場都冇嘅時候，呢啲配套係咪叫做足夠？因為有方台要發展優先發展，係咪就係呢啲就叫優先發展咧？我就講我哋。我哋而家唔做先啦，佢有方台作為政府，係咪應該考慮呢個方案嘅可行性同埋
定立優先二在於咩？佢就係定立優先，佢就要擺曬所有資源落去去發展呢樣嘢，而且都遇到阻滯，政府係唔可以停止發展噶。咁但係見到我哋中地好多問題，就點解政府仲優先發展？業權咧係咪有咁多唔同？其實我頭先講過啦，部分嘅業主已經認同咗係可以攞翻個地去發展嘅，再者有唔少人啲宗地咧係用咗啲回收廠物電池廢料，呢啲電池廢料係非法入口嘅，已經係一個違法嘅事業，而且有唔少嘅回收場都係甚至內就民居嘅，呢啲係會對民居構成好大風險。我哋見過今年呢幾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大火係發生喺啲回收場度，咁政府本身就義務要收翻啲回收場去幫去改善埋附近民居嘅生活質素噶啦。咁日方同學點解收回業權會咁難呢？我想問下你嗰有部分業主已經同意收翻業權，有幾多業權？我哋都講過啦，其實喺露天營嗰個露天倉嗰度咧，嘅業主席都講過，佢自己嗰個業界肯定會收翻嘅。而我哋都可以有力理由相信咧，喺現時通地使用者入邊，大部分人咧都係會同意呢啲嘅啦。咁有幾多巴仙咧？可能舉唔出，再加上有可能識講話嗰啲咩重金屬電子廢料，咁嗰啲排污問題喺裝地上面可能點解決咧？當然話冇問題乜，咁你既然都知道依個係有污染嘅問題。咁點解我哋仲要將啲污染留喺民居隔離啊？我哋更加應該將佢擺喺一個更偏遠嘅地方重置啦，係咪啊？依個都係政府對於一啲本身住喺鄰近地區嘅居民嘅義務嚟㗎，佢要改善佢生活質素嚟幫唔幫？咁可能你未話俾我知當時有咩技術可以解決到，即係收翻塊地之後，你點樣去排除污染之後俾市民住？再加上有翻同學幾多巴仙嘅宗地業主支持？有翻同學，我哋見到其實我哋就已經有好多宗地發展嘅一啲先例啦，而我哋隔離都已經有好多嘅民居，所以排污啲水渠呢啲，基本上全部都已經有完善嘅設備喺隔離。我哋唔見到點解政府做唔到喎？而家咁講好多先例，可以舉出幾個例子啊？你洪水橋話重啲嘅，你洪水橋方面就有出現話重置一啲廢料回收場之類嘅先例。佢有同我哋講話咧，重置呢啲工廠咧係要偏遠地方，但係洪水橋就係喺隔離數有風同學，有風同學點呢個現象就講明咗咩？政府要發展就係首先要除污啊，就係要用更多嘅錢去除咗呢啲重金屬先可以真正可以住到㗎。呢啲成果效益，政府考慮係咪仲要繼續優先發展？係啊，冇錯，係要繼續優先發展嘅，因為佢其實佢係要去除污㗎嘛。佢都要做啦。喂，咁同學，咁佢講賠償嗰陣時排污，如果咁多困難，我優先我唔係傾盡所有資源擺處理啲問題咧。咁同學，我哋見到其實係呢啲問題，好似講排污啲，根本上就係政府應該本身就要去做，要去改善隔離民居嘅啲情況。而呢啲業主所有我哋啱啱已經俾咗好多資料你喎，其實啲業主係肯去俾份政府肯賠錢嘅話，佢哋就可以肯揾到個地方。我幫同意部分嘅業主咧係能夠回收，咁一手就咪回收咯。但問題點解係優先，就在於更多多嘅宗地係反，宗地嘅業主係反對。有方我哋解釋翻聽業權安置問題實際方案係點樣解決啦？咁你嘅股份安置問題點解決啊？因為你做政官論證責任嘅，今日股份問題可以好似你成個咁搞股份公園，有可能你要話俾我知你個業權問題，一個股份都咁難搞嘅時候，咁多睇上面嘅安置問題點樣處理？我哋啱啱同你講過，其實政府而家係有錢有呢個資金，咁我哋去用資金去安置翻呢啲嘅業主嘅話，咁其實根本上已經係可行噶啦。咁點解唔直接用資金去發展填海發展高爾夫球場咧？因為落嚟嗰個發展填海有啲落嚟選擇，再者發展高爾夫球場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在於你會令到港府係發出一個錯誤嘅信息，話我哋唔重視體育嘅發展。咁樣先，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嘅高爾夫球場已經有一個替代嘅地區噶咯喎，仲要同埋有救生艇可以俾而家嘅會員去用到時候，咁點解仲要發展中地？就算政府買再多嘅資源，有天價收都未必收得翻埋。救生艇唔台嘅喎，點樣舉辦個國際級嘅賽事啊？有冇同學？不過我唔明白，即係有朋友講到好似好嚴重咁，但今日原來企一個股份喺股市都咁嚴重嘅時候，今日上面幾萬人嘅安置問題，有冇人解決啊？我哋其實股市股份呢啲嘢係因為我哋而家冇可能替代到，係你真係一棵股市，但係呢棵股市喺度咁耐，已經有咁耐嘅歷史，係對周圍環境有好大嘅影響啊！所以你一定要揾個好嘅位去安置佢。而股份我啱啱講過好多次，係有風水嘅問題喎。你嗰啲你點可以將人哋祖先嘅股份就咁賠下錢就投其揾個地方去安置咧？佢哋又肯唔肯咧？嗰啲你揾嘅地又啱唔啱佢哋嘅風水啊？咁你揾幾耐啊？正方時間到啦。反方仲有，反方仲有三十八。今日可能我哋嘅風水問題，啲唔
唔係個個信嘅問題，但再加上今日風水你點樣定咧，係你自己有可能四位定嘅，再加上你可能擔心一棵古樹，今日可以起公園咯，因為即係住宅都要公園㗎，其實促進成個城市發展、成個規劃㗎嘛。今日有可能點解能夠將啲古墳古樹咁細嘅問題，能夠將我哋全咁我唔識講。咁劏房公屋嘅居民壓上咧，有方學點能夠去論證翻我聽嘅方學嘅宗地係無論喺業權安置問題、賠償貸污問題，有方都係快過我方嘅填海同埋近岸填海同埋高爾夫球場咧。所以行政嘅方學咧，把握呢段嘅時間慢慢論證清楚，再加上嘅各位。其實咧，呢啲有方都冇好實際話，我先實際點樣解決。
一方面都不能夠回應到市民的需求，誒做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最究竟土地問題咧，其實我哋一定要面對嘅。今日我哋唔係反對發展棕地，啊再重新多次問題就係在於今日無論喺個時間性、可行性方面，有方我都係冇論證俾我方知道點解佢係優先發展棕地，而唔係我方嘅優先發展高爾夫球場。呢啲2020咁快可以做到嘅方案，填海嗱有兩三年已經有先例，可能嗰個先民已經可以完成嘅方案咧。我方再問多你一次啦，土地政策嘅優先係應該先易後難，定應該先難後易，幫助公屋市民上樓，幫助劏房嘅居民去脱離困難啦？多謝各位。各位大家好，今天的辯論來到尾聲，我很慶幸雙方都是有一個共識的，就是香港是有土地問題，而關鍵是共識。但是共識的是有方同學始終聯合政一直咬定這個發展的方向，中地的發展效益低，所以不應該做，或者擺好做。但是有方同學請問你有沒有看過這個電影《鐵達尼號》呢？大船突然撞向這個冰山，有得坐呢個小艇走緊係好啦，但係好多人都喺度爭緊呢個。你前面有一塊木板，唔通你唔攞咩？你唔攞你就死噶咯喎！咁唔通你係傻咩？而家房屋問題水深火熱，就好似鐵達尼號就嚟要沉咁樣。大家諗下，上星期山竹角全城滿目湯煙，上咗樓嗰啲都話好驚，都唔係有冇諗過嗰啲住喺天台屋嘅，瞓緊天橋底嘅，或者被逼喺打風日子都要住喺日久失修嘅舊樓，嗰20,000。劏房住客點諗嘅咧？佢哋仲話佢哋仲會唔會計較呢、這個中地嘅效益低地產咧？起多一個單位未夠咯，因為佢哋覺得只要可以救得一個救一個，起多一個救一個。根據土地研究社嘅報告，只要起三分之一嘅中地就可以容納23,000人口啊！有方你忍心令佢哋失望咩？另外有班同學又話可行性咧就冇嘅，即係可行性好低啦呢、這個中地。但係我方提出呢個環台山可以俾3,000,000人住，而家嗰度好多非法活動，本來就應該清理㗎啦，所以優先發展中地唔係一舉兩得，新居民同原有社區都皆大歡喜咩？有班同學又話賠償呢個股份就得，咁點解唔可以賠償呢個中地嘅業權，令到佢哋有加笪地出嚟呢？另外又不停地喺度追問我哋有幾多巴仙嘅業主肯俾佢哋俾政府起呢個地？咁請問你哋又有冇講過幾多巴仙嘅股份家人係肯俾佢哋呢個搬遷嘅咧？另外又話填海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案，填海根本就係一個長期嘅方案，點可以解決呢個燃眉之急咧？另外填海又會有好多嘅環保問題啦，淨係個三跑都搞咗咁多年啦，更何況你應該要填15公頃咁多嘅地方？但是我們提出的環台山已經可以有71公頃，那為什麼不這樣做呢？還有這個土地大辯論的時候是講過不用地大小，只要是有地就可以做的，那所以我們根本今天就不需要理會這個中地緊散不散小不小。好了，或者來到最後有方就根本沒有重視過我們提出的個優先標準，一就是要顧民意，如果不是為什麼要推動土地大辯論呢？諮詢結果是中地反對聲音最少，如果政府不理為什麼，那是不是政府帶頭這個不尊重民意先？而講政治阻力，反方偏向市場談兵，沒有完全的回應，政府跟發展商談論怎麼可能快呢？三從規劃大局看，發展中地最容易多贏，總括而言，今天唯有發展中地才可以去到一個平衡各方利益最易推動最快的方案，咁樣就可以解決呢個土地同房屋問題深層次矛盾，咁係社會嘅之福啦。多謝各位。Thank you.
即基本上都係按照雙方嘅同學嘅即內容咧作出判斷。到底即係你哋個判斷中地嘅問題係邊方面，按照你哋嘅思路去思考。咁你哋舉咗例子咧，我就按照你哋嘅例子同埋對方嘅回應，你個判斷邊邊比較合理啲。咁我諗咧喺呢個辯題入邊，對於優先嘅即係呢個字嘅嗰個標準咧，就係、是。邊一啲嘅類型嘅土地係最快能夠提供到即係房屋嘅供應俾市民咧？咁呢個就係即係似乎我聽落就係政民雙方對於應唔應該優先發展一塊土地嘅一個即係比較核心嘅原則。即係如果佢越快能夠提供到房屋，咁呢塊土地咧就越應該咧優先去作呢個嘅即係發展。咁咧就即係我聽啦，主要就有兩方面，即係正方咧就係中地嘅即係土地啦。咁反方就係高爾夫球場填海嗰個用地，或者應該主要係呢兩個建議啦。咁咧我諗喺呢兩個問題上面咧，即係各自都會舉咗一啲唔同嘅例子嘅，即係你哋舉，譬如橫塘山，又或者係洪水橋，我唔好記得其實。因為講得有啲唔係好完整嘅，其實，所以我聆聽上面咧，變咗有少少嘅難度。我冇記錯嘅話，主辯好似冇好完整咁樣去即係論述一個即係中地嘅方案，究竟佢係如何發展，佢嘅時間到底會有幾快？如果快係你哋其中一個嘅即係核心嘅標準嘅話，因為你哋好強調民意啦，你哋嘅意思就係話，因為你哋有少少好似。點講咧？有啲係咪倒推論證責任咧？我覺得你哋意思就係、是、民意阻力細嘅，咁自然就會快啲啦。即係我諗你哋喺主辯嘅位置咧，有少少個論證上面算好完整，因為你最起碼你都講一講大概確實嘅日期。譬如如果由而家開始，又或者你哋預計話，既然民意阻力咁細，即係幾時可以開始發展呢塊土地咧？預計大概幾時就會提供到房屋呢？咁如果喺主辯嘅位置都未必好似我聽嘅時候好似冇啦，冇預計到呢啲時間，咁可能就會令我覺得咁其實有幾快咧，我就冇一個好明確嘅即係印象。咁對於反方咧，其實反方主辯咧，我個人會認為會稍微做得好少少，因為佢都會講即係當然你哋同唔同意係一回事啦，你哋都可以質疑佢。事實上，你哋喺後場都有進行呢個質疑，我都認同，就係佢哋舉有啲例子，譬如屯門啦，要即係得幾千户就要用咗六年嘅時間先可以處理到。你另外有舉個例子啦，因為你哋講比較快，所以我記唔到個名。但你話2038年咧先可以即係做到咁，我記得結辯嗰個位置又再重申呢個例子嘅。不過可能喺中間兩位副辯嘅同學嗰度，對於新主線上面就呢啲例子上面，可能可以再仔細深化一啲。咁不過我覺得你最起碼有計數俾我睇，就係我2038年，即係佢哋而家大概20年先有房屋嘅供應咁樣。咁你就問點解咁樣都算係一個即係快咧？咁如果大家標準都係要快嘅話，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在主辯上面應該可能是剛剛做得好少少，呢樣嘢都可能正方堂可以去即係參考嘅地方。即係我自己就冇乜特別嘅諗法，我只係比較一下雙方嘅情況，究竟邊啲有啲好啲嘅地方，可能大家互相學習一下。咁不過咧，其實我喺度扼除咗，不過以下嘅呢個內容就撇除雙方嘅嗰個討論。我自己個人嘅啲觀點就係、是，其實反方嘅同學咧，好似全場都好贊成，我唔知道其實係好贊成啦，就係、是、你哋不斷話要收集嗰啲業權，或者要令到啲業主肯交翻塊中地出嚟，係要好長嘅時間嘅咁樣。咁我其實有個疑問，不過你哋冇問到啊，我係想知道其實你哋係咪贊成由呢一刻開始就開始收集業權，即係由呢一刻就要盡力收集業權。如果反方同學是反對的，即是他們不是啊，這麼難收集，我們由現在開始都不收集的，那我覺得那個分歧就應該很明確，即是他真的想即是延
後到好前咧，或者再之後咧，先去開展嗰個發展嘅過程。但如果佢同意，我假設因為咧你冇問過，如果喺呢一刻我係咁啦嘅話，係咪應該喺呢一刻就開始收集咧嗰啲業權？如果係嘅話，其實呢個係唔係發展嘅階段？因為發展有好多個階段，雖然最後有房屋嘅供應咧，都係成個過程嘅一部分嚟嘅。但係究竟收集業權啊，又或者處理技術問題，其實係咪整個發展過程嘅其中一環咧？如果係嘅，而我哋又應該由呢一刻越快開始開展呢個即係棕地嘅即係發展係越好嘅。咁其實會唔會其實都係你哋嘅立場係即係？都比較接近嘅，咁我覺得呢個問題都係重要，因為咧雙方咧似乎對於發展嘅雙方對於發展好多技術嘅細節咧係有探討嘅，但係點樣為之開始發展一塊土地咧？係咪要去到嗰、那個即係開始準備起樓嗰一下先為之發展嗰笪土地，定還是係我已經規劃如何將呢笪土地納入房屋發展嘅用途，包括？將佢嗰個業權收集翻嚟，算都係發展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定義嘅問題啦。但係因為雙方冇處理啦，咁我就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有任何嘅判斷，唔會按照呢樣嘢嚟啦。不過我覺得其實呢個判斷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咁啊，係啦。啊，咁頭先就我個人嘅一啲諗法啦，咁又去翻即係你哋嘅討論上，因為咧主要嘅爭拗咧就係正方覺得。民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土地得到最多的民意支持，那它的阻力就會最實，反方就會認為民意是重要，去到結辯我覺得有一個劃分是我個人認為是都挺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民意是決定即是一個政策要不要推行，即是 你所說的做人，但要不要優先去做，即是這幾個我都要做，不過哪個的即次序優次是排先後，就要按照那些即可能發展的難度或者技術的問題。不過呢一來你們去到即結辯之後的劃分，二來其實即使去到結辯有這個劃分，其實我都是很知道為什麼是應該要去思考的，即係點解民意就唔可以劃分優次咧？即係你只係話俾我聽，我哋可以咁樣諗嘅，民意只係做定唔做嘅啫，劃分優次有個技術嘅。但係點解我哋咁思考咧？你都冇即係解釋到。而我覺得雙方都冇去解釋。如果你哋嘅標準係快嘅話，咁民意嘅阻力減少，可以快到幾多，或者有幾快咧？而技術難度高。會令到嗰啲棕地嘅發展會有幾難有幾慢咧？其實可能未必有個好完整嘅推論。咁呢個時候咧，對於我個人嘅判斷咧，就係可能其他人判斷一樣啦。咁但係最於我個人咧，我就比較重視實例嘅即係運用。如果喺實際嘅例子上邊，你可以話俾我聽，佢好似或者佢好重。咁我就會偏向相信實例，因為咧你哋頭先有舉唔同嘅例喺牆上邊，即係有正方話舉啲舉例話，有啲業主佢其實已經認可咗話，我而家已經願意將嗰個棕地，我而家有啲作業，你話啲作業回收啊，即係廢物處理啊嗰啲作業，佢哋願意交翻份出嚟。咁你哋有啲舉例啦，咁你哋都有啲舉例話，你哋有冇舉例咧？我記得反方反而冇記得你，好似。我印象中都係我記得，因為覺得比較可能快。但係你哋就舉得稍微多啲啲嘅實例，但雖然喺負面嘅位置咧就開始少咗。咁但係喺即係相較之下，我就個人傾向相信實例多少少。但原因就係因為咧，雖然我覺得反方同學嘅可能即係技巧上面，我個人會嘅運用方法係。咁樣，不過我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意呢個技巧，不過都唔係唯一技巧啦，就係、是、如果正方同學你哋所講，嗰啲業主真係願意加翻笪地出嚟，點解有啲會去到二十年之後係2038年先落成咧？如果你哋嘅語例口講真係可以快嘅，點解呢啲會咁耐嘅？即係我會咁樣去詢問佢。咁不過你哋冇啦，咁我自然都唔會
喺呢啲即係法律上面俾法例嘅嘛。咁但係即係一邊就淨係講預例，一邊就只係講實例。咁你哋又冇一個好明確嘅交鋒，我只能夠憑我，即係你冇交鋒咧，我就只能夠憑自己嘅常識判斷。如果你有交鋒，就按照你嘅準則，係咪？即係我建議就係咁。對。呢條題目嚟講咧，我冇即係我都係實際冇認知，但我基本上條辯題係乜嘢？我係啱上去嗰度講嘅，其實我今日係我係改嚟整啲單嘅辯護嘅，佢而家應該係機會，而家應該抽機會嘅次數，所以大家都好緊張。咁呢條辯題，我真係其實我係淨係阿權哥我講完，我嗰個做評估，我睇到嗰條辯題，我基本上完全冇印象嘅，但係睇呢條辯題同埋雙方講完之後嚟講咧。因為咁啱上屆星島打到十六強係曾經劈過打高爾夫球場，咁所以又勾起好多關於同高爾夫球場有關嘅資料，同勾起同前海有關嘅資料，咁所以某程度上我一陣間會對反方嘅一啲你舉出嘅反建議，我係有唔少嘅質疑嘅地方嚟。而如果正方今日係提到啲質疑嘅話，我覺得嘅正方嘅勝算係好大嘅。點解咧？我真係想講，先講到正方啦。咁正方我落去嚟講，係即係攞咗佢最大嘅優勢，故事係講民意啦咁樣。即係講，其實講某啲地方，我覺得嘅其實係，我覺得其實兩邊都冇講得好到嘅一樣嘢，就係話係政方甚至係講到就係話有啲嘅宗地依家係一啲非法嘅回收場、非法嘅垃圾場，我同意。跟住之後你舉咗一樣嘢就係話你無論如何都係要解決，我同意。咁但係咧就係話你要再舉高一個層次，就係話其實係今日我搞咗。發展中地做火龍圖，其實唔係淨係房龍圖簡單，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城市規劃嘅藍圖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有嘗試花時間去知道，單純就係話淨係單純係係為嘅土地大面積嘅資料嚟講，你諗翻以前嘅嗰個2030嘅城市規劃嗰個嘅諮詢文件咁樣，其實基本上嚟講講嘅就係話香港未來呢幾十年嚟講之後嗰個城市規劃嘅作品嚟嘅。咁如果你要再舉，你要講得再好啲嘅就係應該係講嘅就係話。未來的城市規劃嚟講，你呢啲嘢應該係要非法嘅，要淘汰，有啲嘢要更新，有啲嘢要改變。即係我覺得嘅係，你其實係咪應該個論調應該要咁樣講，再好一啲咧？佢個層次會再高一啲咧？咁樣，即係我覺得嘅。今日你大家雙方其實淨係停留緊嘅，單純地喺呢個我之上有好難，包括我在內，我都覺得我上唔到樓，會買到樓。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除咗咁樣之外嚟講，係咪就係呢條議題嘅討論嘅空間係咪真係咁窄咧？我好懷疑嘅態度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嘅係咪可以再講高？即係特別係你往後越到後嘅階段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已經係用手機 fact check 嘅，特別係問反方一啲講錯嘅，陣間會話緊你講錯啲咩嘢。即係然之後我就喺度 fact check 緊啦。其實因為我已經冇手機聽到嘅原因係。你冇辦法將佢哋辯題個層次要再推高一格嘅，就係話要講嘅係一個香港嘅城市規劃嚟嘅，根本就係一個係講房屋用途，唔係話攞笪地淨係起樓就算，你仲要有其他交通配套基礎設施等等。曾經有幾多邊個好似因為咁啱話，你講到話因田村連一個廣場都冇，我同意。但問題係呢一啲嘢係咪應該要可以再講多啲咧？咁樣即係話你發展嗰個地方嚟講，你唔係單純地就係我擁咗個人入去住就算噶嘛？係你佢嘅其他嘅生活，佢嘅用大家同通識科嚟講，個生活素質上嚟講，你唔係得個住噶嘛？你仲有其他唔同嘅配套，你學校、你公園、你道路、交通網絡等等，你全部都要考慮嘅就係，即係所以今日其中一個。關鍵點就係話，你發展新界嘅中地，咁你啲配套嚟講係咪又係承受得到，或者係咪你有冇嘢去可以 back up 到佢咧？呢個係一個大問號。雙方冇做得好嘅地方，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嘅係，但係我覺得正方係有，即係可以再講得好啲嘅呢啲地方，但係我覺得有方法嘅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先睇，即係呢個係正方上嚟講，如果要再。要推演得再深一啲嚟講，唔係話單純地講話民意派，唔係單純地講話好高民意，然之後就係話冇乜輸咁樣，係咪？同埋咁樣樣就叫做即係你講得一節啦。咁但係後面嘅係應該係
即係應該係再有多啲嘅，即係我覺得嘅同埋咧就係話應該要做多一最上反方有上邊咗啲比較，即係突顯自己優勢啦。其實正方嚟講都可以拆出佢嘅優勢，譬如話包括就係話你話阻力嘅問題，即係咧講股份啦，跟住反方嚟你舉咗咩例子話股份都冇問題嘅，係可以股份嘅，你舉咩？侯志強咧係一個咧講明話咧，只要夠足夠只要你開個價夠高咧，係祠堂都買得嘅人。即係咧，老實講，你舉侯志強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個信譽度比較低嘅。老實講，即係一個可以連祠堂都買得嘅人嚟講，你覺得個股份算得啲咩啫？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侯志強係咪代表咗成個電競中文講嘅嘢咧？呢句你自己領口啦，你自己心知肚明啦，已經係真係裝過多我嘅啦，已經係。即係你隊友已經出賣埋你啦，已經係。即係咁，所以你可能你自己心知肚明呢樣嘢。即係所以嘅就係話係呢個就係話俾正方聽。第二樣嘢就係話佢舉出嘅人物，佢舉出嘅佐證係咪一樣有說服力嘅佐證咧？又係一個即係可以挑剔嘅地方嚟嘅。跟住另一個咧，反方又係講嘅就係話啲股份咧就可以變做咧我呢個李鄭空公園咁樣樣。跟住之後咧，我又係心入邊嘆一口氣咁樣樣。跟住因為小弟咁啱咧係同讀歷史有關嘅學科出身，咁咧又讀咧香港古蹟，其中科又香港古蹟嘅就係。咁李鄭屋咧，李鄭屋墳墓咧就李鄭古墓咧，其實就係一個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物，喺香港嘅法定古蹟嚟嘅。咁咧同埋就係話係呢一個香港嚟講係好稀有嘅呢一支嘅，即係咁特殊級別嘅古墳，咁當然係可以整個公園啦。個問題係你會唔會係一個隨街山邊一個古墳都同我邊有公園啩？即係所以就係我聽到之後我都有啲我即係倒抽一口涼嘅感覺嚟咁樣係，所以係要，所以呢個就係一啲係 fact check 嘅位置，就係話點樣樣去挑剔嘅，就係話係即係如果你要，即係佢講到一啲好似可以做嗰個替代方案，實際上嚟講係一啲如果我講得即係難聽啲嚟講，係近乎違反咗我常識嘅反建議嚟嘅，我覺得係即係呢啲要好小心注意啦。呢個係你正確建議。反方今日嚟講舉咗咧兩大嘅，我其實挑剔你嘅主線嘅話，主線又冇特別挑剔，我唯一挑剔嘅就係你嘅反建議。反建議係乜嘢咧？其實都係話俾正方聽點樣拆佢反建議。第一，高爾夫球場，你知唔知高爾夫球場嚟講係拆咗兩邊㗎啦？如果你揾到資料嘅話，佢中間咧連咗一條路叫粉金公路。咩叫粉金公路咧？其實咧都只不過係相似相乘行車嘅啫，係。即係你諗下就係話，如果你發展，其實嗰條公路係已經擴闊咗㗎啦，已經係。但係問題係擴闊得已經係唔可以再擴闊嘅地方嚟嘅，即係攞一條粉金窄嘅粉金公路去隔離咧，仲有個醫院嘅，仲有係。咁變成嘅就係話佢嗰個交通負荷量嚟講，係咪可以承受得到咧？你要諗下點查呢個問題係咩嚟嘅？第二啊，你嘅填海，你話東涌係話係咪前兩年係就有15公頃係咪？我冇講錯。嗱，我唔知呢個資料點揾翻嚟㗎。我揾到嘅資料咧就係話係今年開始動工填100幾公頃，2023年咧就會有100幾公頃嘅地。咁咧，但係咧，其實呢個規劃嚟講咧，我 fact check 完之後嚟講揾出嘅資料嚟講咧，就係咧，其實係由2012年嚟講咧，就做呢個可行性研究，2014年做公共諮詢，2017年就上立法會通過，2018年動工，2023年完成，即係前後加埋超過10年嘅。你可唔可以即係其實如果你 fact check 得夠好嘅話咧，你就會捉到嘅就係話，其實所有嘅填海嚟講，你由做可行性研究啦，做公共諮詢啦，做立法會嘅，定上立法會通過啦，做填海啦，做第。你搭地起咗，你搭地建咗出嚟之後，再起啦嘅話，一定超過10年嘅時間，唔計得你需要10年嘅時間啦。咁所以嚟講就係話，你要超過10年嘅時間，如果你要收完足地之後，可能要清咗啲木化污染嗰啲嘢嚟講，其實可能個時間要，即係其實優勢喺邊度咧？會係，好陣嚟啊！會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實話俾正方聽嚟講就係話，即係其實係嗰反方對佢呢個係話反正方聽就係話。反方舉出嘅反建議嚟講，我諗你哋應該有計算過。但係其實就係話，如果你計算得再多啲嘢，再深入啲嘅話，其實你係會係即係反方其實會再難講嘅啦。係呢個就係話俾你聽，即係我覺得嘅係反方要一個小心嘅地方係呢一個，我就覺得即係如果你即係俾人幫爆咗，其實呢啲嘢嚟講，其實你都幾難講嘅，其實我覺得嘅係，因為我當日我自己聽打高爾夫球場正方，其實我自己都係唔聽嘅，我自己覺得係，即係我覺得。
係咯，即係啲好可行性嘅問題，就係呢個可行性嘅問題嚟講，其實係難去做呢個地方嘅。誒咁，我嘅純粹少少 fact check 咁俾翻大家咯，係咯。跟住。